你打算用什么节目来和人家应战呢？嗨，我呀，其实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，我没唱过。哦，是吗？哎，这样，今天我破破例，我唱首歌。我的天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。李和彪都要唱歌了。对对对，太好了。这歌的名字叫什么呢？中国人。今天给我一个惊喜啊，一个是李和彪从来没有唱过歌，再一个今天的造型非常好，看着跟个河北华侨似的。山东华侨。河北华侨啊，你这还是老中国人啊。来，石富宽先生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我头回听他唱歌啊，我感觉唱的还是不错。哎，挺好，您倒好伺候。周彤，这个从音乐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衣服的颜色搭配还是不错的，黑红啊，特别是这个红围脖，我觉得一般来说的话都应该是一条白围脖，那这条红围脖呢也表达了你的这个信仰和你的这个血性啊，很好，不错。好，谢谢啊。那位老师，他们俩没一个说正题的，这个绕着圈说。我觉得送你一句话，这个也代表他们，老有所为，老有所乐，老有所学。